不要抢了，真的没什么了。哎哎，没想到你这么主动，不过呢，我还是喜欢慢慢来。我不会让你从我身边再逃走了。听到没有？我爱你！你出来啊！我的金龟婿又回来了，夏之星，我爱你！阿星，阿星，哎，你来嘛！他不但来了，而且还带了一大束你最喜欢的玫瑰花。哎，阿星，看他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你去带他进来。我爱你。去啊！夏琳，你不要跟我作对啊！ Shut up！ 不会这么巧吧？拿一束玫瑰花，站在他家楼下等一整天，并大声告白，并能得到原谅。此方法使用时，若搭配下雨，成功几率将大增。夏之星，我就不信你不会出来的。夏之星，你给我出来啊！夏之星，你不出现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夏之星，你出来啊！吵什么啦？哦，仲天启，你很逊哎，从早到现在你都还没搞定啊！仲天启，现在你为我抗议，你已经严重影响到明日香江饼的睡眠品质，我限你三分钟离开，要不然我强制清理。正好借用一下，夏之星，你给我听好，我今天在记者会上说的。是因为保护你才这么做的。我承认，我答应过爸爸和哥哥是为了Eshine，才编出这些理由，向记者撇清你的关系。但是你要相信我，我这样做是对你好的。哎呦，阿欣呐，帮帮忙啦，赶快出来啦，不然大家怎么睡觉啦？对啦，夏之星，你快点出来啦！夏之星，你要是不出来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。阿欣啊，我看你要不要出去跟他碰个面吧？哎，你看，电话又响了，你再不出去啊，我耳朵都长茧了。啊，是，哎，好好好，我现在在跟他说。哎，看来我这个店面要扩充是有希望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帮祝少爷煮碗热姜汤。你们不要打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怎么这样？阿金，送给你。不要！无人要，还不快点叫警察来！哦，天启，我把交给你了，你可要好好加油哦。哦，不要再吵啊！我走走走走，不要走！讲真一点呐！不要走啊！还不要走了！走了，走了。阿星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但是请你相信我的真心，我会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你啊。保护我？在记者会上否认我们的关系，跟别人说我是个诈欺犯，叫做保护我吗？还有把我的尊严放在地上践踏，也叫做保护我吗？我绝对不是三言两语想骗你的，你看。这是我特别请的，别也赶工作出来的。虽然是份迟来的生日礼物，但绝对是发自内心想送给你，让你不再担心难过。
我已经给他取好名字，就叫仲夏夜之心。这个儿孙代表我的真心，从今天起把我真心交给你。代表天长地久，永不变心。阿信，这一次再给我一次爱你的机会好吗？不好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委屈多害怕？我知道你的委屈，阿信，我都知道啊。不对，你不知道，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你知道，就不会把我一个人丢下来，也不打电话给我。为什么要在记者会上否认我们的关系？为什么要让我痛苦？一下需要你，难道我就不需要你吗？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希望你可以陪在我的身边。为了爱你，我连自尊都可以不要。而你呢？你回报我的又是什么？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，等一道线，看见某年某月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语言，就让它带走你的那瞬间，成为我们的纪念。谁能发现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？相信我，一切都没变。你爱上我的时候，我根本什么都不是，我一样可以因为你继续当你一样的仲天启。只要让我永远待在你的身边，好吗？哎哎，这仲少爷，你们亲够了吧？我可不可以把眼睛睁开了？我真心疼啊！你在这外面又湿又冷的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刚好有煮姜汤，怎么样？我去帮你弄碗姜汤，暖暖身子啊！仲少爷，走。我明明看到了，拿出来！不要抢了，真的没什么了。没有想到你这么主动，不过呢，我还是喜欢慢慢来。我不会让你从我身边再逃走了。现在才检查，来不及了。出去见人，被人看到怎么办啊？很不好意思。你干的好事也不少啊。